刘成，开门。什么情况？反锁了。去，进来。难找啊，男朋友啊，你男朋友？我未来的男朋友也在。哦。开门，开门。我去找工具，你先控制他们。这俩祖宗我能控制住吗？交给你啊。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里面的二位请注意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请放弃抵抗，束手。胡言，叶兰交给你了，照顾。你先去吧。叶兰，别动，回去。专行，我的错，行吗？你先把这个放下，听话好不好？我不要，你都，你良心不会痛啊！讨厌王八蛋，我也。好好，我错了，我做了，是我的错，是我自作主张，是我独断专行，我的错，行吗？你先把这个放下，听话好不好？我不要，你现在才知道错了。早干嘛去了？你到时候又跟我说，都是为了你好，都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，狗屁！我才不骗你呢！你喝多了，你不能喝。王八蛋！听话！听话！听话！陆婶儿，嗯，哎呦，这是什么酒啊？喝得这么难受。